易烊千玺军训录套图曝光，才一天就晒黑，粉丝一片心疼，注意防晒。 TFBOYS 这个组合的每一位成员都很招人喜欢，各有各的帅气风格和特点，粉丝数量庞大。作为一位演员和歌手，易烊千玺现在在娱乐圈的口碑都是不错的，无论是在综艺节目中还是在电视剧和电影上，都受到了不少前辈的赞扬和关照。易烊千玺是个帅气的小伙子，皮肤很白，浓眉大眼的，看着就精神。最近易烊千玺参加军训，可以看出哪怕是一身迷彩服也掩不住的高颜值，但是眼尖的粉丝们发现易烊千玺的脖子被晒黑了，不由担心他会被晒黑晒伤。现在正值暑气最浓的时候，粉丝们希望要注意防晒，照顾好自己。